文老爹赶电玩。在遥远的上古时代，只有光明与黑暗相依相守。当他们相爱时，世界诞生了。光明之神贝利尔热爱着新生的森林们，黑暗女神沙尔坦不堪冷落，决心报复。他用永生和力量诱惑凡人，人们纷纷投入黑暗的怀抱，哪怕堕落成魔也在所不惜。不久，光明与黑暗战争开始了，战争持续了3000年。当沙尔坦终于被封印时，贝利尔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。他将最后的神力化为七顶王冠，交予凡人中的英雄，他们将代替神明，成为新世界的王冠守护者。1万年过去了，黑暗信徒再次蠢蠢欲动，试图解除沙尔坦的封印，而唯一能阻止这一场浩劫的只有放置英雄。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今天老爹要来玩这款放置英雄 Eureka， 现在火热预约中哦。这个9月23日盛大公测，进入游戏就送10连抽，而且首抽必出5星英雄啊，就是这么狂，有没有看到？必中5星啊！魅影之剑，蓝银森林，放置随心，快乐躺赢。这款 3D 视觉型放置游戏，画面超精美的哦，英雄也超好看的，还可以随时离线挂机哦，随时上线收获满满资源，随玩随停，超轻松的。那么为什么老爹可以先玩哦？因为老爹拿到了内测资格，所以可以抢先体验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已经先练到20级了。老爹是用手厨的这一只5星角戴纳搭配其他的4星哦，过到20级哦。那么现在依照惯例，开局之前我们就要来大爆抽啦，我们要满 SSR 开局哦。太受欢迎了，又中一张啦！哎，靠腰，这4星啦，这一张是5星的啦，古神术士啊，好漂亮啊！这样子老爹就有3张 SSR， 我们继续，又有一张啦。水果一糖 ，candy 哦，这样我就4张 SSR 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继续第3次10连抽，兽人狂符，相当的霸气啊，我们再来，谁？哎呦呦！帕尔塔之盾，这个一看就是肉盾了，我刚好缺肉盾哦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老爹抽到的这个帕尔塔之盾哦，是这个核心英雄哦，超级强的。来，给各位看一下，放手去战斗吧，放手战斗吧。帕尔塔之盾有没有看到啊，各位观众？那么这只角色呢，是属于人类的战士，那么是5星的水属性哦。阵营是属于中立秩序，相当的狂妄。抽到这只，我只能跟你说，恭喜你呀、啊！这只角色超强的。好，就要在老爹抽到了，直接升级，疯狂升级，一件装备。好，一件锻造，装备直升2星。3星，蓝色，蓝2星，蓝3星，好，没了，没得升了。好，一样升星，没问题。41级，51级，你每提升到一个1级哦，它就开启一个技能，有没有看到？反正你等级越高，就会开启这个技能哦。
这样子老爹五只角色都到手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因为我抽到这个新的角色可以领取这个能量，那么这个能量呢就可以升级加所有英雄的属性，没问题。其他等到等级比较高才可以开放。好，这是老爹的挂机奖励，也就是说一般你玩一玩如果累了你可以挂机就离线哦，直接下线都没关系哦，然后上线之后再来领，全部资源都不会漏掉。我们来打我们的副本，配上我们的全五星阵容，来让各位见识一下老爹到底有多强悍。我全部五星的，好，全体招手，结束比赛。然后这是我们的日常任务，没问题，领取成就500钻哎。来我们的野外挑战我们的龙脊之塔，那么你打越高哦，奖励越多哦。来，全部都75级的怪物，那么老爹的这个五星阵能不能打败对面？有没有看到各位观众？这就是3D 视觉型的放置游戏啊！有没有看到啊？又轻松好玩，画面又精美啊！全 SSR 开局根本就没有问题啊！转吧转吧，骑士艾丽红灯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好，现在挑战我们的绿机场，5个打2个，你怎么跟我斗？来呀、啊，莫吃饭哦，他大了的啦，大力一点啦，不要撑的啦，你输啦，耶、yeah! ！好，老爹打到前10名啦，就是这么狂，前10名还有钻石哦，哦都有钻石哦。好，再来，这边有我们的元素召唤，看看你的阵容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属性的角色哦。那么老爹已经有3火了。那么我想要抽水元素，来，7788不要揪，水之贤者蓝银森林，这只是不是补血的？好过一个啊！我们这里，哎，哦，就是这就是没抽到，这就是没抽到的意思啦，靠腰。必定获得4到5星的英雄或者碎片，又中啦！水之贤者，哎，这样我可以升星哎，真的不错吧？好，再来，升星殿堂。好，各位观众，这样子就可以再合成。有没有看到啊，各位观众？5星英雄可以用合成的。好，再来，各位观众。那么随着你的等级越高哦，破到的关卡越多哦，就可以玩后面更多的游戏哦。等待各位自己来摸索。好，各位观众，你们仔细认真看哦，这个游戏的画质到底好不好？真的不错吧？而且重点是，你可以轻松放置啊，随玩随停哦。3D 的卡牌游戏啊，你下线之后再上线，你不会损失任何的经验值哦，输人不输阵哦。放置英雄 Eureka 现在火热预约中，9月23日盛大公测，进入游戏就送10连抽，首抽必出5星英雄，好过一个啊！那么喜欢放置英雄 Eureka 的朋友，老爹把下载连结放在资讯栏，和老爹一起轻松玩吧！放置英雄 Eureka 事前预约中。